欢迎来到今天的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机不可失，失表示错过。唐朝初年，北方的东突厥出动骑兵，不断骚扰唐朝北部边境，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，并威胁着国都长安的安全。大将李靖等奉命率兵出击，打得东突厥军队仓皇退逃。其首领竭力可汗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，假装向唐太宗求和。唐太宗同意了，并派使臣去抚慰东突厥军队。这时候，李靖认为应该趁此良机，一举消灭竭力可汗，于是率领一万骑兵袭击东突厥兵营，打得敌军四处窜逃，并俘获了竭力可汗。机不可失，指机会不可错过。今天的成语是机不可失。